为什么跟男生独处的时候特别想要？你不跟男生相处的时候也不会没事想要啊，因为有男生是因为他是你的性刺激源，他在旁边，你喜欢他，或者是你应该对他会有一点喜欢吧，不然你上公车旁边有人你就想要，这样不是很奇怪吗？所以应该是你在你男朋友旁边你会觉得比较想要，那是因为你对他，就是你们的感情，那因为爱的感觉，你有催产素分泌，那你就会让你相对想要，或者是你的荷尔蒙，那个排卵期之前荷尔蒙的关系，导致你的身体也想要，那也是有可能的。那为什么没有？为什么不是跟男生独处一定特别想要？如果你跟一个陌生人独处，你就不会想要了。如果你跟陌生人独处还会想要，那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因为，那你，我不知道哎，我觉得那个独处的男生应该是你的男朋友吧？你可以写信给我，跟我讲一下。如果你跟陌生人独处也会想要的话，我觉得这个，你可以去问一下身心科医师。